好，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啊，你等会儿，抱一下的话就得100块钱的现金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我教你一门赚更多钱的生意。我给你200，你可以滚远点吗？你能拥抱我一下吗？抱一下得100，啊？拥抱一下100块钱？不用，真的？不用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或者教你做个生意也可以啊。我太难了。你好，美女，我能抱你一下吗？没事吧？抱一下的话就能够得到100块钱现金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我教你做一门生意。如果你今晚有时间的话，365种生意，你抽到哪种我就教你做哪一种，现场帮你找摊位，帮你进货，帮你铺货，帮你卖光货。学不到的话，这个钱全部归你。但是如果说做到了，你又学会了，你钱还给我。你有老公吗？我没有啊。那方便吃夜宵吗？方便啊，只要你能带我赚就得了。我这里有一个生意箱，抽到什么生意都可以，我现场帮你找摊，我教你怎么样做。什么柠檬茶？我今晚教你怎么样一个晚上卖出300杯500杯柠檬茶。老板，哎，你好。你的摊好漂亮啊。谢谢。就跟人以人长了一样漂亮。你要吗？你要柠檬茶吗？我不要，我帮你卖好不好？你帮我卖。对对对，你是老板，你一天能卖多少杯吗？卖50杯。我一个小时卖100杯。真的吗？如果卖不掉的话，我买100杯，我叫卧龙。哎，今天我带我徒弟出来教他怎么样卖柠檬茶这个生意，你也可以学嘛。你会不会做柠檬茶？不太会是吧？先拿出雪克杯，然后放3片柠檬，再拿点冰块来铲就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量哦，然后就可以开始锤了。这样子，师傅帮你把包拿着，锤到这个柠檬皮皮了，然后就可以了啊。喝绿茶的话，达到这个量200，这个就是柠檬绿茶是吧？对，你看我多聪明，放果糖压2下就可以。5冰5到500就可以了。现在就是给它摇均匀，你试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是吗？可以。这样一杯大概卖多少钱嘛？是卖9.9块。Later。广告词我也准备好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买它几杯也不贵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杯杯底部都不同。你看一下我这里是不是好多标签？底部我都贴上什么？但凡在我们家任意消费柠檬茶，都可以获得底部的奖励，比如说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家柠檬茶真不贵，9.9块一杯。但是今天只要在我这里消费，有可能一毛钱不要，有可能得更多奖励。要个暴富啊，就要暴富是不是？恭喜你，第二杯半价，拿两杯呗。拿两杯的话，再挑一杯，还有奖励，一个接着一个奖励，不停的哦。这个吧。本单8折，可以可以。哦哟，你等于说一杯8块，然后第二杯半价的话，13块就拿下了。来来来，我的柠檬茶跟别人家不一样哦。你去别人家，你多少钱买要得什么？我这边的话，我底部的话有奖励，哪个？这个是吗？第二杯半价。你一个人吗？一个人，我带回去给朋友喝。给朋友喝是吗？来扫一下，你要这一杯是吗？对，本单8折，8折8块呗。那再玩一次，想要更好的好处是吗？这边这杯是吗？小摊会员只需要加下老板进群就可以了。每天晚上老板会在群里面发红包，抢到红包金额最大的前3到5个人，第二次过来的话买一送一，可以吗？可以。19.9块，看一下每一杯底部都不一样，还有更有意思的，比如说跟老板拥抱一下，还有重视啊，亲老板一口，怎么样？这好了，大声念出他的奖励。下次买一送一，你再过来我们这里，口渴了想喝柠檬茶了，你买一杯我送你一杯，可以。留个好友 ，OK， 本单8折，再来一杯，来。石头剪刀布赢免单，如果说你输了，这边你要买单，你再买2杯，一共3杯。石头剪刀布，没关系啊，你有没有不服气啊？哦，没有没有啊，再多做20杯出来。你跟我讲，你要选一个钱还是美女？美女啊，这里面有拥抱老板一下，看你能不能拿到。感觉真会吗？买3送1，这个奖励我给你保留，你回头加一下老板的好友，下次你带3个朋友一起过来，他拿了一杯，他拿了一杯，你拿一杯。这2杯的不能选了是吧？这2杯他们选了，只剩下这里是吧？你要喝他们的口水啊？好啊，兄弟，兄弟不讲了，来，这杯的，来恭喜你，第二杯慢加，一共4杯，这个奖励被你抽到了啊！老板深蹲5个，啊，不用蹲那么厉害，哎呀，这么快，2个。可以了，你抱老板一下，哎，抱，不是抱我，是抱他，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抱我就不抱啊？不抱，一定不抱。哎呦，你还是满手妇道哦，你在这里的是吧？给你们装起来，去那里扫。一个人拿几杯？2杯3杯。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成交率变高了，信任度增加了，期待值也增加了，那你的销售不就是水到渠成吗？柠檬茶会做了没有？会啦。柠檬茶会卖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关注我啊？好像没有。等一下关注一下。肯定关注，好吧。我还有365门生意，你要学吗？前面讲的拥抱一下还算数吗？绝对算数。那我们找个地方